姚文智委员在立法院一直都是跟我们非常关心社会福利政策，也常常跟我们在讨论这个部分的议题。这次参与台北市长选举，他提出的社区化的福利服务以及社会住宅的问题，这些都是对弱势族群的帮忙。以目前高房价的问题呢，社会住宅确实是解决高房价的议题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台北市要更好，我们就要支持我们的姚文智委员。